我们是风车合唱团。我们今天呢，要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是《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》。那这首歌呢，它是《悲惨世界》里面一首很重要的革命歌曲。它主要在讲的就是一个公民意识的觉醒，然后公民要团结起来，一起去跟这个政府对抗，然后去争取自己的权利。那我们觉得，在台湾反核运动就是这样一种公民意识崛起的运动，所以我们风车合唱团在不要核四五六运动的第一周就到这里，然后为大家唱这首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。 那到了第二周，我们甚至为它加上中文的歌词。那到了第三周，我们还为它加上了台语歌词的版本，那让它形成在台湾第一首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的组曲。那么最近大家在网络上有看到有一首是有一个精神科医师，然后为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这首歌，那填上了台语歌词的版本。然后那我们很高兴因为这首歌呢就是在 Facebook 上就是流传得很广，然后也得到很多人的喜欢。那我们相信透过这样的一首歌在台湾的流传，可以在台湾形成一波公民意识崛起的运动，然后透过这首歌我们可以在台湾，然后大家可以共同来，那一起为这块土地的自由民主人权去奋斗，然后一起为台湾的未来加油。对呀，对呀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就是由风车合唱团所填词，然后所写成的这首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的组曲，有中文、有英文、中文、台语的版本。那他们的歌名分别是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听那人民在歌唱，以及你敢有听到人民的歌。谢谢。受苦的人民已经决心拒绝再为苦作伤，当你鼓动的心脏与那鼓声共回荡，用全新生命迎接明天的朝阳。你敢有听到人民的歌，唱出心内分开的声，只是我唱出你远远搁在最落泪的梦，就是命的故乡，心肝头澎湃的顶头，开始着希望生活，大家做阵行。你敢有听到人民的歌，唱出心内分开的声？只是我唱出你远远搁在最落泪的梦。卡踏着是命的故乡，心肝头澎湃的顶头，开始着希望。放心，我大家做阵行，开始就是放心，我大家做阵行。谢谢。好，大家应该会发现，今天我们的合唱团有点不一样，就是因为呢，我们多了一个的 keyboard 手宜真，大家一起欢迎他。所以我们今天到了美丽岛会很不一样，所以邀请大家靠近一点，然后我们再一次用我们全新的感情去唱这首歌《美丽岛》。我们摇篮
照耀着高山和田园，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，筚路蓝缕一起山林，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，水牛这里有无穷的生命，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。谢谢大家，让我们继续坚持下去，用我们最多最多在这份土地的感情以及爱，然后我们迎向台湾美好的未来。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在自由广场五六运动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